各位台客杂志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妍飞。我第一次遇见 Barber 这个牌子是在路上看到人家穿着他们家的雨靴，就觉得好像这个牌子很眼熟，然后后来才上了官网去看到他们家的系列产品。我身上的这件外套，因为我很喜欢它的就是几何图腾的缝线，然后还有它这边有灯芯绒，我超喜欢灯芯绒，以及它的机能性很强，因为它是防水然后又防风的。毛毛侦探吗？我感觉穿着超帅，就是我可以演一个侦探，例如007之类的，或者是像宣扬演的任飞一样。最近其实有在拍影集，对，也是还有作品正在准备中这样。